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LA 小 Peter。今天是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，2个小时之前呢，我也分享了一个节目。那现在呢，继续的跟大家聊天啊，用聊天的形式，昨天呢喝了一点，今天呢早上呢就有点真的，那头不知有什么感觉啊。那后来我呢就洗了个澡啊，再洗了个澡之后，然后吃了2片面包，喝咖啡，然后呢出了一身汗，外面呢加州阳光呢就很厉害的，我去晒了一下太阳之后呢，哎，出了点汗，那个人就精神了。就一般呢，你喝了一些酒的时候呢，你第二天肯定是不那么精神的，所以应该呢早上呢应该多喝点水，运动运动，然后呢把那些酒啊酒气就没有了。现在呢已经还可以啊，现在好。我刚才呢看了我视频的留言了哈，那个加拿大的老陈杂念了哈，他呢就给我留言啊，他说呢，哎，支持原创啊，说小 Peter 呢不会盗取别人的那些视频。哎，其实呢这个那你看那些我们拍那些哈，我们拍那些风景，其实呢你说在 YouTube 里你随便搜索那个一个名，他很多马上就出了很多那些什么那些片子，他片子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很专业很专业，很大片嘛，好像好莱坞大片一样。哎呀，那个真的有多漂亮有多精彩就有多精彩。那自己拍的呢，那个就是业余拍的，就作为我们这些普通人，我们都是一般的拿手机去拍，其实呢也没有什么专业可言，就是见什么拍什么，也没有什么构思的。那他为什么呢拍完之后我们还要上传上去呢？这个呢其实呢就是说自己的角度去拍出来的东西，也是有思想的。那你从看人家拍的那些视频的风景，他要表达什么思想，人家专业的拍出来的东西，它是里面是有思想在那里，给人一种那种提示，还有他的构想是很严谨的。而我们这些业余的去拍这里拍拍的话呢，都是没有什么预先要拍什么东西，而就是随意性的啊。所以这呢它的意义呢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拍出来东西拿出来分享，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性的事情。所以呢老陈说了呀，我不需要拍不需要去拿别人的那些风景拍风景出来。那确实老陈呢很了解我，我看了老陈的留言，经常说我的性格跟你的性格都比较直肠直快的，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的，不会有什么藏得了什么的啊。但我也对，其实呢也是这样开这个频道，其实呢都是互相的有一种交流。啊，那我也看过那个油管，那个老胡油管嘛，他说我看他的视频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，就是说你无论如何每天呢你都要最少要一天一个更新的视频啊，这样就等于你是一种不偷懒，这种是一种工作，他说是一种工作。当你想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只要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，不要懒不要松懈啊，好不好看拍的怎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坚持不断的自我成长。因为你通过每一次每一天的拍的视频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对自己有一种提高，每天提高一点，每天进步一点，也进步一点，那这样就会看到
自己的成绩，你要是不拍的话，一个月都不拍的话，那你其实也对自己也没有，就没有什么累积的那种经验跟成长过程。当然了，很多人呢拍视频来说呢，都是用很长很长时间把那个视频呢搞得十全十美，然后才放上去啊。这个啊是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呢，这个有他的想法，但我那个老胡那个油管他说的就是说，尽量的就是啊，能够日更，这个我，所以我为什么老是拍视频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也是一有时间我就会拍，在家里啊，我学习啊都。学其他东西都会在这里呢，就跟大家去聊天一种大家也是比较支持的啊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我的美国生活频道哈，他的德州的哈那我也讲过了，他说哎呀我放心了，因为小皮塔呢那个有旅游就拍那个风景呢不是别人的啊，他还担心这个版权的问题，怕我有什么被人投诉，这个，这很谢谢关心，对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，平时呢，我拍视频的时候呢，拍风景的时候，或者怎么样，我都会用背景音乐，但是这个背景音乐呢，也会涉及到版权的问题，好的时候，我去拍视频的时候，就发觉背景音乐，但是没多久的时候呢，那下面会说，这个音乐是什么什么创作的，什么协会的，这个什么协会这类东西，啊，那我看来看去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啊。但现在我现在还没有什么，很大的做了很大的那个这个频道啊。那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小事情，但是从这一点呢，我都要慢慢的会找一些背景音乐呢，不要有什么版权的，最好就是没版权的那些音乐，就找那些，然后呢就配上一些背景音乐，就这样呢做视频呢就更舒服一点，更舒服一点。所以现在这段时间我做的视频很少再有那个背景音乐出现，以前我是有背景音乐的，就是由于那些版权的问题啊，免得麻烦，干脆就这么个说了就 OK 上传。好，那谢谢那个德州的，那还有呢，也有一些呢，澳洲的一个女的叫 Joanna 啊，叫 Joanna 的，那她在澳洲，那他也是做视频频道的，那我看到他说支持你加油一起努力，谢谢，也在这里谢谢了。那我也看到他的频道呢也比较专业，还有些房地产之类的东西。那澳洲跟来这个美国洛杉矶呢，其实呢也是隔了十来个小时的飞机啊，也是不远万里啊，真的是一个太平洋很遥远的事情，但是呢也是通过这个网络，大家有缘能够相聚在这个优独这边，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佛家叫做缘分，我是基督徒啊，本来呢不应该说缘分的，缘分是讲佛的东西，但是我也觉得呢也是没所谓了，这个这些都是一种自由，灵活，虽然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也会去佛堂啊，去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好，在基本上就什么了啊。那
呢，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些建议啊，都是非常的好的，非常的好的。就每做一期节目来说呢，你就突出那些重点。那比如现在我今天做这些视频呢，就是以闲聊的形式闲聊，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其他的说法啊，这个只是一种平常的一种出来跟大家聊聊天，也是我这个频道的一种想法。那以后呢，会慢慢的去拍一些风景也好，还有华人真实的那些住啊、工作啊，那些都可以拍。